美国大选11月份过后，习近平连续喊了4次备战。那今天在台湾内部有新的民调，66%的台湾人认为未来10年不会统一。不过同时呢，关于文攻武吓统战哦，对台湾进行大外宣的动作又加大了。是的，其实陆委会在今年的7月哈，他曾经处理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中共的他属于福建省的东南卫视。这个有2个记者在台湾自播节目，政论性节目，然后呢，当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这个福建卫视做这个事情是从这个马政府时代开始扩大的，做很久了。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啊，到了今年的7月，陆委会呢，当时就认定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等于是说认知战，中共对台认知战、宣传战、舆论战的一部分。不过处理的时候所用的法规，用的是这个大陆地区新闻人员入台的这个采访的注意事项，以及另外一个叫做大陆人民这个来台许可办法。就是说很简单的，用非常单纯的法令，就是说你申请入台的这个目的跟你所作所为不符合，所以撤销了那两个记者，东南卫视的记者他的采访证就被这个勒令回他们中国。不过最近又很多人又发现不对啊，就是说福建这个东南卫视的他这种自播节目、政论节目，他一样还是在台湾，他还是在制作，他只不过转换了一个形式就是说把它放在这个网络来直播。这个网络呢又分成两种，一个是 YouTube， 一个是中国百度的 APP 平台那这个内容呢，竟然没有，就是说这个政论节目没有主持人其实有主持人那个主持人是隐形的，就 不在你的画面内看起来好像都是台湾的几个人这个 在上面这个在讲话那这有什么问题呢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说上这一种政论节目，他那个电视频道，他上面的那个 mark 还是东南卫视就是说你还是用你的台号，然后你还是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画面，对，就说这个台号还是在上面 ，OK， 然后呢，所以你还是在直播，借尸还魂了嘛？对，政论节目，这个本身就是政论节目，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听他们的言论，第一个很奇怪，都是我们台湾的人统派就算了，那红这个红色人士代理的就算了。怎么也包括国民党的人，只要一上这个节目，自动矮化自己。没有蔡英文总统叫做这个台湾领导人。OK， 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叫做台湾当局，自动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散播一些就是说他如果是批评民进党政府，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本来我们台湾政府就可以批评的。可是你看他讲的方向，他其实重点不在于批评民进党政府，他的重点是在制造我们台湾内部的仇恨、愤怒、这个毒这个台湾独立就是万恶不赦，非要一定要把它消灭不可等等，他那个是制造仇恨、然后再过来呢他这个是公然的介入台湾的政治，在制造这个我们的社会的一种舆论嘛、那这种东西怎么 会在台湾存在？而且我刚才讲过，他那个播的对象都选择过了。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记者、电视台在做的嘛？像这种节目，我刚刚说了，放在 YouTube， 对不起，中国大陆看不到 YouTube。刚刚说了，中国这种节目是做给台湾统派看的、不是，或是说为了要影响我们台湾的舆论，他还有更大的野心还有混淆视听。制造我们台湾的这个分立跟互相的这个仇恨。那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等于是说中国还有10家准许10家媒体，5家是中央的，5家是地方的，有10家媒体在台湾可以进来台湾采访。目前大概有19个记者就是说这10家媒体，中共的媒体有19个记者在台湾。可是这19个记者呢从来没有去参加过我们政府的相关的这种记者新闻发布会啦，或是记者说明会，他从不参加，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他在采访些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这些记者进了台湾，其实呢，采访并不是他的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他本来的目标，已经不是了。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台湾能够怎么办？其实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新的一种法律的困境，因为人家也在这个闪避我们台湾的法规，那主持人就不见了嘛。嗯，所以说你要重新来检视这些节目，有三个要项。第一个，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你总有资金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组织行为嘛，你就是有个组织行为在那边在开政论节目。简单讲，他应该有制作费跟通告费。我不相信这几个去当义工天天录。他还租台湾的这个摄影棚嘛，所以说你好像是光启社那边，对不对？这个我不太清楚，其实不止哦，他们也很灵活。嗯，所以说呢，好，包括资金，包括组织，还有包括宣传。嗯，那根据我们台湾现有的法律呢，我们其实有通过有反渗透法。嗯，就是说你做这些钱，哦，这些中共的资金，你是不能介入我们台湾的四种样态，包括选举，包括公投，包括这个在就是我们的选举公投，没有错。所以说你只要涉及到这些事情，你的讨论这些事情，你拿的是中共的钱，这就是反渗透法。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拿中共的党政军党政军机关的经费，那还有国安法这个五之一条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现在我们要抛弃那种迷思，过去一种迷思，就是说为什么好我们会准许这个中国的中共的记者来我们台湾，随便他要干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嘛，为了彰显我们的民主自由嘛。现在不能再这样想，他们是借着民主自由在反民主自由。